9月24日，在河南辉县一悬崖公路上，一群山羊集体从60多米高的山崖上跳下后死亡。据悉，在有超过100只山羊组成的羊群中，有90多只坠崖，造成目前损失10几万元。知情人士透露，山羊跳崖很可能是突然出现的汽车惊到了童羊，随后引起羊群跟随跳崖。那么羊群为何会有这种行为呢？早在2005年，土耳其就发生过一起绵羊集体跳崖事件，一整个村庄的约2000只绵羊接连跳下15米悬崖，最终造成450只绵羊死亡。在崖下堆叠的羊群尸体的缓冲下，有约1550只绵羊得以幸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万美元。羊是集群动物，在一个羊群中天然存在支配等级，这样的支配等级决定了每一只成员在一个移动的羊群中所处的位置，前面的成员的动向能引领其后面的成员，因此这样的连锁反应使得一个羊群中最前方的羊的动向决定了整个羊群的动向。经济学中用羊群效应这一术语来描述个体的从众跟风心理，而这种从众在羊群本身的行为中也体现了淋漓尽致。让我们来看看在无人机视角下羊群活动场面。从上帝视角可以清楚看到，羊群形状或方向的改变总从群体的最前方开始，然后层层推进，因此在发生羊群交通突刺的时候，牧羊犬需要首先区别位于羊群最前方的那只羊。从众易于放牧，这样的生物习性使得羊成了被人类驯化的第一批动物之一。但易于驯化的动物通常攻击性也较弱，在遇到危险时会选择逃跑而非抵抗。查询警戒区一词，你会得到这样的定义：如果被潜在的掠食者入侵或受到包括人类在内的危险时，会引起该动物警觉和逃跑行为的区域。如果我们离一个或一群动物足够远，无论我们有任何行为，那些动物都漠然处置。但当我们慢慢靠近，最终引起该动物警觉或逃跑时，这就是该动物警戒区的起始点。那么回到新闻本身，在汽车出现的地方到羊群跳崖的地点都在羊群的警戒区内，汽车很可能是以极快的速度行驶或者有鸣笛的行为。走在羊群头部的领头羊在应激反应的作用下不顾一切的逃离危险，在紧跟前方成员的天性驱使下，可怜的山羊接连跳下山崖。不少网友在看到山羊跳崖的行为后就想起了沈石溪的斑羚飞渡，画面中这只生物就是中华斑羚。不得不说的是，被逼至绝境的斑羚用牺牲老年成员挽救年轻成员的壮举是不存在的。不过不少牛科羊科成员都是顶级登山家，比如画面中的岩羊，这是我在西藏拍到的。实际上不仅是野生的羊科动物，加山羊也有像登山鞋一样的蹄子，这种蹄子能牢牢卡在石缝间，使得它们在陡坡上攀爬。在摩洛哥一个名为塔鲁丹的小镇附近，你甚至能看到独一无二的山羊圣树的景象。因此就山羊的攀爬能力，山羊坠毛的情形是极其罕见的。在西藏、四川